小时候听我姐说，我妈妈跟她前夫老是吵架，所以我就觉得结婚特别可怕。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可是你说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？如果一直不结婚，感情好的话就在一起，感情不好结婚也没有意义，是不是？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想过。我的话，只要是你就好。而且不是说过了吗？按照你的节奏来，我来迁就你。